我们下车了，坐车好快啊，那么远的距离就这么坐车而来。音符在这儿呢。哎呦，你好。哇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哦，稻香。嗨，您可以唱吗？雨下整夜。我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合唱啊。可以啊，来，可以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你把那个拿出来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哇，唱得好好，唱得好好。你会弹唱这上面的歌吗？这个，对，按照这个简谱的形式。这样吧，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我帮你们一个忙。好，你看可以吗？行，好。我需要一些创作灵感，就是我可以请你们表演一些你们拿手的才艺吗？才艺，拿手的才艺啊！又到了这个环节了。我们用雨伞来跳个雨伞雨中曲。我真的我又不会跳雨。大大大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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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？不是这个，挺好，即兴也会。但不是，我猜歌那么厉害，怎么垮在这儿？您能再往下来走点？多弹点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熟，好熟啊，这歌。是吗？再听一下。那个 Last Dance， 天真让你闭了起来，天真眼睛闭了起来，这不就是 Last Dance 吗？就是 Last Dance 吗？这就是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 Last Dance， 应该是，就是这首歌，应该真的是，他这个拉是第八度的拉，能不能再弹一下这个？我们再来一个，小才艺，笑的表演，嗯哼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很大了吧？这个、值得两行了吧，哥？这个、值得两行了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来，这个就可以。那我给你，我在这儿把一辈子的绝活，我来试试，我试试。来。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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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啊！这个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热爱105度的你，就是这首歌。那这一段就是这首歌，这个是 Last Dance， 这个是热爱105度。对，那这两个可能又是两首歌。然后来一下这个。日不落啊，日不落。好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 OK 了。这个还真得靠你自己把它唱出来啊，小哥，我们唱最后的。有点伤心。不是，这个我知道，就是邓紫棋《泡沫》啊，来，泡沫，是四首歌，第一个是《Last Dance》，第二个是《热爱105度》，日不落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你啊，的你热爱，好像有的热爱105，热爱105度，没有的你，确定了吗？确定，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有的你，有的你，有 Last Dance， 热爱105度的你，日不落，泡沫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那恭喜各位。
可以得到我这个贴身小礼物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物品，一个墨镜。哦，感谢，辛苦，没事。这墨镜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呢？这个我也不太确定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觉得它应该是能看到不同的东西。能看到什么吗？咱们瞎了。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应该咱们看，比如说不同的颜色，有那种红绿啊这种的。嗯，行，好，那我就回到我的摊位了。